好不好？一起出来玩吧！欢迎来到老谢的生活日常。接下来干嘛嘞？做旋转木马。我跟你讲，这有限重了，好不好？开玩笑，我上去还不会被赶下来。我跟各位讲，我终于知道为什么我最近钓鱼钓虾都遇到人生的一个瓶颈。我觉得最近我的老花跟散光越来越重，你是不是认同？我不知道。就是啊，我跟你讲，所以我今天要来配眼镜，所以我跟安君聊到这件事情说，不行，因为我本身有一个眼镜，这个是大概今年二三月吧，我记得是过年那段时间配的，我散光还蛮严重的，我一颗灯可以看成三四五六颗灯，所以我就觉得不太行了，所以配一副，但是当初没有想到说，那时候还没有钓鱼钓虾，所以我没有配近的，因为我有老花，所以近的像那种钓虾的那个浮标啊，或者穿线啊，我基本上是看不太到，所以我后来终于找到问题的症结点。视人不清啊，视鱼不明。我视人哪不清啊？视鱼不明，这我承认。我跟你讲，所以今天要来配演戏，那刚好跟安君聊到这件事情，他说他有一个同学，刚好在花博这边开了一间那个眼镜行，而且是文青女生在去。这里。文青是不是？那走啦、啊！我这种老人家都不能去，是不是？没有，人家是配南韩欧巴，我知道配北韩金正欧巴。我跟你讲，我今天配这副眼镜，如果再掉不好，我跟各位讲，我就把安君的眼睛摔了。走。他就在这个旋转木马的，他在圆山花博的市集里面啊，对对，圆山花博的文创市集。对，然后他叫圈圈眼镜。圈圈眼镜，哎，他这边有最快30分钟取件，怎么可能？那我如果明天晚上要钓虾，搞不好我今天就拿得到。我们去问一下老板。哦，想配眼镜，想配眼镜。那我本身有啦。可是当初这一副眼镜是那个我开车的时候，因为我有散光，这副比较针对散光，然后又有一点近视，本来是没近视，但是后来纯散光而已。对对对，比较像纯散光，近视有一点啦，大概因为我以前2.0，但后来又有老化，所以当初没有想到就是说我钓鱼的时候钓虾的时候要穿那个线，我现在基本上是看不太到，那个虾标在那边浮，我就也看不太到，又有灯在那边亮，对，然后灯又在那边闪，那这一副其实我走在路上头就会晕，这一副带会晕，因为他当初只有看远，我看近是看不太，没办法。看有没有那种去酒店不会晕的。喂，不要长期就好。不要长期就好。所以我要配一副就是看远看近，因为我在户外钓鱼嘛，然后它也可以变色，抗 UV， 可以，反正就可以吗？可以，一定。然后你们外面说三十分钟取件是真的还是假的？当然真的，我们机器都在这边。啊，我这个可以吗？如果是你要多交的，可能会不行，但是我帮你想办法。哦，所以它三十分钟是针对一般的近视，比如说你单纯看远或是单纯看近。哦，所以我要配老花眼镜，马上就可以拿走，马上就可以了。哦，但是因为我比较麻烦，就是我比较龟毛，就是、比较龟毛。OK， 如果你是要比较常户外的话，你可以挑比较轻便一点的。这样好轻哦。对啊，这种就是弹性纤维。但是这个太年轻了，不适合我。你看起来也蛮年轻的。还会讲话。这个。我觉得这个年纪最轻，这个太轻了。你儿子戴的是？我女儿也不适合戴这个，我女儿已经国小5年级了。这个是雾面，它比较不会这么亮。哎，这真的很轻哎，这看起来好像就没那么老了。你觉得呢？感觉？我觉得大概像35岁了。真的还假的啦？你什么时候变那么甜？你这是做什么？拍影片的时候。哎，这副我觉得还行吧。我觉得比较没那么老，也比较不会那么年轻，不会那么装年轻，不会那么装年轻。哦，认真讲话，对对对，好好小心讲话。这副我觉得还可以，好，就这个，这老板有没有打折？你来哪里打？打到骨折。打到骨折是不是？可以。最喜欢听到打折这两个字，就是喜欢贪小便宜。黄金套装，这本现在。哇，好清楚哦！开口方向应该都还蛮都清楚的，感觉是变好，是变差，有好一点，好一点点。第二排看得到，第二排看得到。好。
好像你要看，你现在要看远看近，然后去试听看你自己习不习惯。这好像怪博士的那个眼镜。你一般看书或看手机的距离？我会跟你说他不看书。那你看手机？我的书都是看有图片的。手机一般看都哪多远？大概这样。好，如果你这样看的话，你可以看到哪一个字体大小？到这边就糊了。所以这个是可以的，这可以勉强可以的，这也是勉强吗？对，但是不会糊，还是会糊啦。还是会糊。左右有两个算不算？嗯，就两个小的、啊，中间一个大的。嗯，正常。这样要跟客人好接近哦。好，看看可以了。要不要实际操作看看？我吗？对，别开玩笑了啦，大哥。我觉得还是你来，我在那边看一下就好。所以它是一整面镜片下去磨成我要的度数。没错，像这个就是我们镜片的原始片，它一开始就是所有镜片一开始都是长这样子。那我们要把它裁切成你镜框的这个形状，嗯，我们需要用到它们这几个东西。哦，那首先我们要先对度数跟你实际验出来的度数是不是正确的？嗯。你来这边上班到可以操作这些仪器要学多久？多久？我大概三天吧。真的假的？三天？因为之前有做过类似的啦。哦。要吓死人。好，那我们先确认，你的右眼的话是近视25，散光150，角度93。哦，所以你只要设定好这样子，就不用管它了。难怪三天，难怪三天，三天学太久了吧？对嘛，这个我三分钟就会了。效果。中间这个就是你的中心点部分，就是你的瞳孔位置。嗯，左右两边的话，这个是散光的角度。放进去就要切割出镜片的形状，对不对？对。那我现在干嘛？它就是开始扫你的镜框的形状。哦，类似扫描机。一样，这就是你右眼，长这样子。这个是左眼，嗯。那到好了之后，我们就可以按这个，它就开始。这个吗？对。你确定你设定好了？我确定我设定好了。你确定？我再 double check 一次哦。你如果没设定好，但是我现在动其他数值，就我们不能动其他数值，会不会爆炸？不会爆炸，就是我不赔就对了。来，那再不赔就对了。好，来按下去。自己的眼镜自己磨，预备备。哎，好了，他比较认真啊，你可能要指甲搓的。预备备，好 ，OK， 可以了。那我可以现在停吗？可以啊，他就是在停就停了。不会完全。磨出来就会像长这个样子。嗯。然后再来，我们就要看的。它的大小是不是 OK 的？我的右眼已经好了。好，让你的眼睛就完成了。嗯，的吸盘大小。好了，那这样子基本上就是完成了。好了，好了，这么快？这么快？你没有糊弄我哦。没有糊弄，大家就知道我没有糊弄你。怎么可能一下就做好了？哎、欸。他没骗我哎，他穿什么颜色？他穿黄色的。他内裤是黄色的。你这个眼镜做的不错，我都可以看得到。透视的功能。对。你再走走看看，会不会觉得怪怪的、啊，或是？不会。看远的都蛮。对。啊，这边的话有我们送眼镜圈自己家的制作跟设计的眼镜，那你可以选。它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吗？而且它主要是好收纳，像它开的话，你不要看它这样小小，其实它容纳空间还蛮大的。那你一般要收纳的话也很方便。哎、欸，你可以把它好特别哦，这样子，好像平板，你可以放在皮包里。我不用的时候就随便插着，放在口袋里啊。要不然这样子很难插，对不对？对呀，可以点，不错哦。那主要是颜色蛮多样的，跟一般传统眼镜不太一样。圈圈眼镜盒。选粉红色的、啊，我才不要哎！这个好了，老人灰，不要。我们要选一个喜花一点的年轻的颜色，好不好？这个叫什么？这个我就接着来这个。我不要，
我就要这个，这个是那个什么蓝，蒂芙尼蓝。蒂芙尼是这个啦，是吗？哦，我们选这个是绿色吧？蒂芙尼蓝就是这种蓝绿色啊。啊，不要，我要蓝色，我要蓝色。我们闪电蓝。哈哈那我要红色。啊，不要。好了，老人了，老人，老人会了，老人会了。哎、欸，你让，你让，我们两个在那边挑，他一直在选，一下这个，一下这个，他就一直晃。你不要玩人家，没有年轻人不可以太猴子。人家玩店长，这就好像人家英雄联盟在选配角，那个主播在讲哦，现在要开始选女性了，结果又跳掉了，然后又不是，就是这个概念，真的不一样。我现在我之前戴这会头晕，我不敢走路了。我说你刚刚戴是真的不会头晕吗？真的不会。真的假的？真的不会。不要演哦，我们没有收钱呢。就是因为没收钱，我干嘛演啊？我神经病哦。好，没有眼镜了，要走了。有需要的朋友可以来试一下。安军的同学开的，好，帮安军。报我的名字，打到骨折。老谢的生活日常。今天我要来报仇啦！不是我要报仇，是这个台客。唯输你的地方就在这。我们今天又回到了宜兰的来来钓虾场，这也是台客钓虾这么久以来唯一输我的地方，没错啊。然后今天我们要执行一个任务，就是让安军吃到吐任务100只气化哦。然后今天来到这里，没有什么其他的目标，就是要钓100只。现在10:30开门场，他钓不到怎么办？钓不到怎么办？又买它。没志气，我们要干脆又买比较快。谁跟你又买的？我们钓不到就算了，然后钓几只，安军就十几只吧，好不好？应该至少会有个50-60只吧。不好说，我想如果来这边，我们都没办法执行100只，我还不知道哪个还有哪一家，还有很多家啦，就是一家一家。没有啦，你又去看哪个蓄鸭池要让你钓啦，钓蓄鸭池比较快。我干脆去养殖池用捞的好不好？真笑哎、欸，蓄虾没有钓跟捞不一样啊，不一样。对啊，你还是要钓的嘛。对啊，还是要用钓的。我们今天就来试试看这个来来的开门场，能不能让我们完成100只气化？好，我们准备。我今天准备个秘密武器。哦，新配的眼镜。我跟你讲，我那个我觉得我钓不好，都是因为眼镜看不到浮标讯号。对对对对。哎、欸，真的变色了、欸。它会变色了没有？跟原本透明的那边有点黑了、欸。不错吧？这副眼镜能让我浮标看得清楚一点。好，我们准备线组，赶快出发。开门场比较好钓，有，你看虾放好多、哦，但是我现在你看，我觉得但是还是要以龟兔赛跑的那种，我现在不能以短暂的胜利为满足，虽然我现在屌虐，怎么样哦？哎，你怎么偷我的渔场啊？你自己去买，好像比较好。看你自己去买，台哥刚才偷我的渔场，干嘛那么小气啊？反正你用不完，我宁可都要去喂虾。
这一只大只哎。是我的，再来一个的，来，现在你的，你的感觉比较多哦，两千刚好，没扣啊，反正玩的都一样，紧张哦，是不是？小心要一模一次啊，哎呦，两斤零二哦，接下来就是。支数，目前目前我就是赢哦。不好说，两数你自己。二十六、二十七、二十八，二十八只。二十，你要输我一只哦。二一、二三、二四、二五、二六、二七。屌呢！那你赢了一次，是不是又赢了一次？没有，重量我赢，然后数量你赢，所以我们平手。屁，我们百支计划就是比支数。来，安军师先让我们吃烤肉。他说，他已经想说我两个都要。我吃完虾再帮我们吃肉。不用吧。Yeah, 我要吃。哎，鸡皮很难烤哎。鸡皮很好烤。是吗？出油最好。是不是？是谁啊？小崩，小崩。杨俊，他后面开新池哎，我们去看看好不好？我们之前来只有这边三池，然后最右边那一池是那个。番茄虾，现在所以它现在总共有四池，刚应该来钓这一池。刚人那么少，这一池就不会开啊。啊，对，人多的时候，对，人多的时候才会开。啊，那干嘛？洗澡、啊。冬天加热的啦，帮虾子洗澡。所以来来来钓虾场，如果人再多也不怕，因为他后面先又开了一池。下次等炒虾季，我们再来挑战炒虾。我跟你讲，我们今天挑战这一百只计划，我们可不可以改成让安居烤肉吃到肚皮？哈哈哈哈表示问号。我是换狠换太慢了，因为开始用鱼肠一直咬，后来鱼肠不咬，我一直撑，后来到快结束了，大概十分钟，我换成虾米，一直咬连上四只。都是你后面那个拉尾把它赢过我的。就是啊，还要我够机灵，马上换虾米。我下快下课的时候，我只有两个讯号没起来。你还是输了、啊，废话那么多干嘛？起来就赢了。废话那么多，你还是输了、啊哦。有赢吗？你有赢吗？很好。没赢的废话那么多干嘛？很好，很好哦。我去买单的时候，老板问我说：“那你们钓的好不好？”我说：“花花咬了。”他说：“那到底多花？”我就说：“一个人大概二十几只吧。”他说：“哈，这么少、哦？”我送你们一盘柠檬虾试试看。听说你们在执行一百只计划，这样子至少可以离目标接近一点，所以这盘柠檬虾就出现在这里了。所以这盘是给安军吃的，我们没有资格吃。是。嫩，我腌你这种肉。嫩，我不吃吗？我没有资格吃。这老板送你的，这老板送你的，好不好？有没有很满足啊？你这样太多了啦，慢慢烤哦，来这边就悠闲烤。虾夫在调啊，那边，我隔壁那个一直拉。
但是换水，我看我那个位置是巨虾的地方啊。它会一直绕，对啊，就一直绕，它是蛋绕啊。其实信号很多啦，就路过了很多。前半个小时这样。我觉得晚上超惨的哈。半个小时。你有在录吗？有。三斤的一百只虾，今天先挑战七十几斤。我就不相信你他妈吃得完。七十几只有吗？没有吧？五十几只。对，差不多十五只了。我们是五十几。五十五。五十五啊，十五啊，七十只啊。这是另外送啊，这是我们钓的那個。没有，这是老板送的，我刚刚有讲。这老板不是我们那五十只。没有啊，没有，这老板送，我们都是烤。可是说真的，我是很想吃。吃啊，反正我没资格。不要，不要。还有哈，还在场。啊。安军，说时迟那时快，在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之下，七十只剩最后一只。我们算七十只这样。安军今天早上我去接他的时候，他上车跟我呛一件事。我问他早餐吃了没，他说没有啊，今天等吃虾。我们来访问一下，你吃完七十只虾，现在有什么感想？现在几分饱？都八九分。八九分是不是？我还有点饿。如果没有吃烤肉的话，今天一百只应该没有了。好，那算你屌。我已经不知道该讲什么。七十只虾，我还自己播嘞。所以一直要我帮你钓，我还要帮你播，要不要我喂你？要不要我喂你？好 ，OK， 你还算蛮有良心的。安君，终于把这些虾子刻完。我们给他来个掌声鼓励鼓励。自己做特效。啊，其实一百只计划，今天我跟来哥钓了五十五只，然后老板说我们钓太少了，又送了一盘柠檬虾，那一盘对柠檬虾大概十五只，所以加起来总共七十只。安军今天算厉害了，我们两个不会钓了，好不好？钓输他，吃的比较厉害。OK， 我们输了。那我们下一集一百只希望我们改一下，改四小时。大家有什么建议可以在下面留言。不是无限时间哦，到一百为止哦。我们慢慢来嘛，先弄个四小时，下一集就四小时。OK， 那我们下一集挑战一百只计划，我们做四小时。我们下一集见，拜拜，拜拜。记得订阅，记得订阅。有的人对，有很多人没订阅，拜拜。我今天的生活，或许就是你明天的日常。